没关系啦。对，好，那就好了。哟，这可以啊。哦，这个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主要是看里面有没有红啊，就可以了。只是比较老，这个可以啊。你要种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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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。只是有点老了，这个。嗯，可以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两段，我们这样子一段就好，甚至其实再长一点种都可以。不知道是什么粮食。种的吗？种的种的是中间啦，不要太老也不要太年轻。中间哦，不要老的。不要太老也不要太年轻，大家是这一段。好，青青甘蔗，等一下拿去洗一洗。